我们311哈，要更正。好，我们现在考312徒手画啊，题目像这样子。那一样，我们模拟考哈，你要自己把它当做徒手画绘制，时间是1.5小时。好，这一点你一定要知道。那一定要先看一下这个，这个叫前视图、俯视图、右侧视图，这是前面、右边俯视。利用等角图纸绘制哈，绘制起来会像这样。那你的步骤很重要，一开始你要先把角度抓对。好，一般我们会先画这一面，再来我们画这个深延伸的部分，然后开始再画顶面。好，当然这三个前右辅你要搭配。这是一个参考的，啊，先画这一面，再画侧面，再画俯视。那像这些圆角的地方，我们一般会放在比较后半部去处理。好，那这样依照这个步骤去把它整个等角的立体图把它画出来，所以你要参照这个去做。好，提示到这边，希望你可以在1个半小时之内完成。我们现在检讨徒手画312。徒手画312，老师刚才在模拟考前有跟你们讲过，1:1比例，然后要标注立体尺度，要标哦。有的同学在模拟考的过程中，居然没有标。没有标。你看这个还没画完，这个在画素描课是不是？这个不是我们电脑机械制图的课，这是美术课。然后只去描述。这个同学，哎，你的，没标啊，对不对？题目要求要标哦，像这样还不 OK，请你往死里改。改完，你也自己哦，所以重点是这个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来看，在模拟考的时候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要注意题目：前视图、右侧视图、俯视图。所以前视图，你的画的立体图要用这个方式去画。哦，有的同学会画错方向，小心。哦，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。刚才你交过来的同时呢，旁边有一个人是柯南，他就说有个地方画错。来，柯南同学，你告诉我哪些错误？那个圆，这个圆，这个圆。其他我跟他讲了，他改完了。哎呦，真的啊，这个圆来错在哪个地方？你告诉我。不应该连着。哎，隔。你看呢，这里有太出来，凸出来，可是这里又是。这个完全画错，对不对？那个也完全画错。哦，这个这里要空一个过来。有空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标准答案，对不对？圆圆的。各位同学，这个不是半圆。搞不好你画的也是这样哦，可能有犯错哦。这个是半圆吗？不是。如果是半圆哈，这个圆的圆心就会切起这条边。不好意思哦，不是哦，这个圆心已经在这个地方还往外凸。我想讲的重点都是你们会犯错的地方，可是却很无奈，有人却在讲话没有在听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教，对不对？江同学，希望你学起来，我希望送你去南科工作，好吧？这个我们评分哈，看几个重点。第一个，这个地方你画的对不对？第二个地方侧面你画的对不对？第三个这个地方你画的对不对？第四个圆孔，尤其是圆孔，果然你圆孔犯错，好吧？先把这些几个地方先抓，你就知道怎么去改人家的了，而且改得很快。好，再来，改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先看你的色变对不对。来哦，这里题目哦有意思了，
射变在哪些地方呢？射变在 X， 这个是半径这个地方。射变15，好，来，先看你射变对不对，马上改。哎 ，X 一等于15，正确。很多同学改到这里就放掉了，就开始改 Y， 对不对？不对，对，为什么？后面那个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你看完这个，你就马上验证它这边有没有15乘上2，有没有画质长度是对。如果不对，马上抓出来，表示这两个矛盾。哦，按照老师经验，大概会有10%的同学这个地方会产生矛盾，矛盾吧，就把它哦，这个要小心。这个是 x 一乘上二，所以是等于30 ，correct， 好吧？你要看一下这个地方也会射变影响。好，再来下一个重点就看 y， 题目告诉你 y 是这个东西，哦，是这个斜斜过来 y 一25，我们看你 y 一25有没有表现出来？这个地方 y 一等于25，正确。所以你这样光这样设定，你大概就过关了。来，我们看有的同学就这么画，这个画对不对？这个画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错，错在哪边？错在没有标注。对，没标注，就是你录起来。好哟，他说对了。这个同学呢叫什么鱼？秋叉鱼。我们看看秋叉鱼有没有标，偏偏他就是没有标了，难怪秋起身，难怪他可以。对，李佳平，现在你都会抓了哈，都会抓了哈。刚才旁边这个柯南说，老师这里好像怪怪的呢。对呀，也怪怪的。我还好吧，好不好？哦，邱叉鱼，我希望你错一次，知道你原来忘记标。如果检定考试，你一定要标，好不好？哦，这是重点。那再来画的时候顺序，我希望你抓怎么样可能会比较快。画先画右侧前视，再画俯视，最后再画圆啊这些弧的地方，这样好不好？顺序这样，这一张我会给你。啊，你也知道一下，这个解答是有误的，它是放彩蛋的，好吧？真正的，我们来看这个地方，来，这一个，哦，那再接下来你就是看这些标注它有没有标，大概就是按照这些，再来最后一个重点就是中心线，我发现有些同学在中心线的表达很弱。中心线哈，你一定要是一点练线，好吧？中间那个小点一 millimeter， 你不要把中心线画得很像虚线，要能够像这样弄得出来，哦，圆啊什么的把它弄出来。像你，请问你的中心线有没有表现得很好？好像没有表现得很好，而且这一边的中心线你没有把它标得很漂亮，这边的中心线，所以你就用相同严格的方式去改其他同学，中心线画不好就给他扣分了，好不好？那再来是粗细线条，大概312就是这几个重点，好不好？那你很快的改，你透过这个过程中你提升自己的战力，好吧？希望你可以一次过关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讲解到这里。